刚师傅开挖机，开的是红色小挖机。掉一块玉子板送到前面塘梗上面去。哎，这路边有野果，这个果子已经成熟了，我来采一个切切。哦，耶，这还不小心推到驾驶室里来了。你们来听听音乐，我来尝尝这个果子的味道。 哈哈哈！真好吃的啊！你知道这是啥果子吗 ？OK， 到达目的地啊！把这个板子就放到这个塘梗上面去。这个芝麻，这里好多芝麻啊！你好，靠近你。这肯定要压一点芝麻哎，压点芝麻也没有办法。 OK， 下班，找个宽敞的位置把挖机停好，然后去吃中饭。